下刀给他，咚！哎呀，有力哦，有力哦！太快打勾了。是啊，太快了，紧张紧张。这边，他咬到这边了，也打不中啊，咬到这边。你要给他吞进去吗？你看，咬到这边，花掉了。嗯，这边。这么大只也吃，是哦，这么大只，他妈的咬，咬后面他还来着，应该很弹牙的，就是，放线给他咬哦，来呀来呀来来，中了，来了来了。你这么久了，不怕钓大鱼，不是钓不到的，是吃掉的。啊，运动不？运动运动，运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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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跟我讲大大只不吃的？好、哦。谁跟你讲大大只？是啊，你看他饿到这么小条。哇，钓肉啊！哇 ，yes， 厉害，钓到鱼啊！那你看看这。还咬了一轮，他还来了。大不大条不知道，这条。哎西，咬这边没有。哎西，抬起抬起抬起。哎西，忙碌自己身上。鱼哪一个？好似用蚁仔啊，嗰边蚁嗰边蛇佬要喺前面，嗯，有嗰啲臭嘅嘢，哎呀，嗰条缆拉出嚟咗，系啊，嗰条钢缆被拉出嚟，我攞到波竿，我嗰度有啊，我要打细把，哇，只牛大只，中中。我去攞啊！呢条鱼，呢条鱼，大软胶加呢只泡个咩啊？嗯 ，C17C 新产品，呢一条龙虎斑啦，大大只都食嘅，一吞得落嘅成只。OK OK， 唔该晒。好，嗱，看你这是大大只的，虽然坏了，整一扯长啊。啊，坏了，再试试看。乱叫都送了哦！哦哟，这条鱼，强奸我的甲鱼啊！有吧？大甲鱼啊！啊大甲鱼没有了。太重，太但是太重了字啊！它一直重到里面，它不要吃。你要哪一只？它是软软大大。真扯长那个。真扯长了就，我带一只来不了，没有得玩了。那事实证明是，它不吃。太重了，它不太重一直弄到里面，不要吃哦。我看到它在这边。他咬，可是放线跑出去，还我鱼钩罢了，送你了，没有关系，回家再拿一次来。这场没有啦，这来玩玩罢了，开心啊！给，谢谢。谂住靓靓，我担住出来，谂住啊呢把中啦，打掉得个勾样，我勾咗佢。呢个即系讲一定要饼入边。我佢要两支勾。最好是有兩支勾過，咁佢咬過啲拉尾都可以勾到嗰條魚，因為嗰只魚鈎實在太長了，所以一支勾係得嘅。
兩支鈎最好。我呢講得啱喎，兩支鈎放多支鈎去拉尾咁樣，就應該絲鞋都曉翻嚟啦。啊，而家攞大嘢啦佢，不過呢只都唔係講好大出現，可以啦。大師出現啦！在那边玩，有条绿色的东西，我就跟你录影看看啊，录影看看，我就来一轮不吃，第二轮吃了，咚，快点，哈，总买雷，买雷，这只就不会送给他这只，因为他包地太重了，这只抓得到。下去全部是你，哎，放点味道先呢，味道在这边来，过去拍，哎，味道没有放，哪里会咬？是不是？又是哦。冇味道嘅，点样咬啊，大佬？哇！当时刚才那只真的是，可能好大只喎。啊？嗰个石胶，咩石斑子喺度？哇！呢位大只啦，吞落去咗。佢担住啊！爽啊！咁大条，又有味啊！弹牙条嘢。弹牙。哎呦！佢嗰边啊？嗰边有条啊？胶水嚟嘅，鱼仔嚟嘅。这我也是要看看哪里有才丢在里面。